嗨，Hi, 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九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叫广州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什么聊这个公司呢？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了啊，最近在网上流传的该公司恳请广州市政府给予支持的这么一个报告啊。一说到这个公司啊，在网上发这种啊，就是诉苦报告啊，或者是威胁报告啊，或者不管你怎么理解吧，总之发一个困难报告出来，这个手段、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啊，信手拈来啊。你看很。 恒大干过，融创干过，什么河南的啊、呃，一家叫什么建业干过，对吧？还有其他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广州时代控股有限公司叫时代中国啊，他呢也给政府发了一个就是诉苦报告啊，这个跟以往的那些公司啊发的报告不一样啊，以往的那些公司啊都是油爆琵琶半遮面，不好意思啊，以自己造谣。 然后自己辟谣的这种方式，把这个传到网上去，给政府啊，就是变相的给政府施压，达到曲线救国的这个目的。但是时代中国不一样啊，人家把这个诉求啊提的明明白白的，然后盖上公司的章，给政府报告，然后给网上各位网民抄送一份啊，公道自在人心，有理啊，大家一起评一评，啊，不藏着掖着，不搞那个什么啊，自己先造谣，然后再辟谣的这么个老套的手法。 这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些房地产企业啊，已经失去耐心了，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啊，要玩就玩实际的，捡干的唠，别唠那些没用的，玩那些猫捉老鼠的游戏，现在分分钟就要爆雷了啊！也顾不得那些事儿了啊！说这么多啊，咱们看一看这个时代中国它的报告内容是什么，咱们一起啊学习一下。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关于恳请支持旧改项目退出的报告，广州市政府。 广州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九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中国房地产五十强，目前已拥有两家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时代中国控股和时代林里两家上市公司，总部均设在广州市。啊，那就是你广州的企业啊，身是广州的人。 死是广州的鬼。这个时代中国控股和时代邻里，这就好比这个恒大嘛。恒大在香港上市，一个叫中国恒大和恒大物业。这个时代邻里应该也是物业公司。我没有查啊，我只是感觉。为响应广州市政府深化城市更新工作、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部署，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广州市城市更新工作，在广州市公开招商的旧村。 改造项目中，时代中国已获取九个旧城项目的合作身份，助力广州城市更新的高质量发展。啊、呃，这个大家肯定知道吧？时代中国啊，是旧改王啊，至少是广州市的旧改王。广州市好多城中村啊，改造时代中国拿下了大部分的份额。啊，自己都说了九个旧村项目合作，这让我们想起了这个另一个旧改王、城改王——佳兆业啊。佳兆业是。 深圳的城改王，那这么一说的话，每个公司都是当地的城改王，那就说明这个公司跟当地政府那勾连的是非常深的。实际上，旧改、城改这些项目基本上是保赚不赔的，因为它跟政府勾在一起了。然而啊，即便是保赚不赔的项目，现在也不行了。我们继续往下看，近期因受多方位政策叠加调控，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受限，项目销售回款显著下降，严重影响我司现金流稳定性。 而旧改项目沉淀我司大量资金，为顺利度过当前阶段性困难，恳请市政府支持企业纾困解难。一方面，恳请市政府支持协调退回我司从化、增城三个项目的旧改履约保证金；另一方面，恳请市政府支持协调我司黄埔区五个项目的由区政府指定单位和国企承接，并按照。 城市更新十条等有关政策，将我司前期投入资金归还我司。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那就是说，这个时代中国啊，给广州市政府打的报告有两个诉求，一个诉求退钱，第二个诉求，我手上还有一些项目，你找国企把我接了，我自己玩不了了。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不玩了啊！你看具体的理由和原因怎么写的啊？一，恳请市政府协调退回我司从化增城三个项目的旧改履约金。 我司分别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二零二零年七月和二零二一年十月，与从化区合仓村、增城区城丰村和增城区新塘村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成为旧村改造项目合作企业。三个项目投入履约保证金合计三个亿，但由于旧村改造政策不断调整，目前三个项目暂缓实施。这些项目履约保证金的退还，对企业解决现阶段资金困难尤为重要，恳请市政府给予支持。 协调在今年四月底前退还我司三亿元履约保证金。你看，这个时代中国就是不一样，给政府打的报告不仅要求你退还这钱，而且给你说了时间啊，不给你含含糊糊的说什么啊，恳请啊考虑我们困难给我退钱，不是这样的啊，人家说退多少钱呢？三个亿，我交了三个亿，你接着退三个亿。 第二个四月底之前给我退。第二个诉求啊，恳请市政府协调繁华，我司黄埔区五个项目前期投入资金。我司在黄埔区参与了五个旧村改造项目：港北村、双井村、乌石村、玉丰围村、崇岗村，积极响应政府的旧改政策，按照政府的要求提前启动拆迁，目前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我司支付了高额的拆迁补偿费用，累计投入十七亿，但由于政策变化。 五个项目无法正常推进，恳请市政府协调由区政府指定单位和国企承接我司黄浦区五个项目，并按照城市更新十条等有关政策退还我司前期投入十七亿元。第二条诉求是什么？就是。 我给黄埔区啊，这五个项目旧改，然后我拆迁已经投入了十七个亿，就让这些人把房子拆了，对吧？给他们安置费，花了十七个亿了。我现在啊，因为政策的原因，我玩不动了，玩不了了。希望你们广州市政府啊，来要求黄埔区啊，你找国企或者找别的企业把这个项目接走，把我投入的十七个亿还给我。你看，要求很明确啊，十七个亿。当前房地产行业形势严峻，我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上述项目履约保证金和前期投入款的退还。 将有力支持我司度过当前阶段性困难，恳请政府大力支持解决。未来我司将还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方针，不断优化经营，继续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工作，实现企业长远稳健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下面是这个这些项目的啊。 具体的金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广州这个时代中国的啊这个报告的一个看法啊，这就我节目前面说的广州时代中国啊报告打得非常实在啊，要求很具体，不藏着掖着，要多少钱，什么时候给啊，不给我就撕给你看啊，是这意思吧？也不多啊，一共二十个亿啊，这个履约保证金三个亿，然后前期啊拆迁花了十七个亿，一共。 二十个亿，你退给我就行了。那么事情为什么发展到这个地步呢？我刚才说了，这个旧改项目啊，一般的是保赚不赔的。这个想参与这个城市的旧改，你得有相当大的资源呢、啊，跟政府的勾得非常深呢、啊。这种事情一般的只有当地企业能干，因为这个旧改水非常深，涉及到拆迁，拆迁呢、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是地头蛇，你不是当地企业，你对当地不了解，你就拆不了。别人一个亿就能拆。 你得花五个亿拆，这个成本不可控。光于拆迁呢，这个应该是五年前，或者是啊再远一点，十年前拆迁不是事。那个时候啊，拆迁啊，你要不拆，那就黑社会，哎、啊，各种办法把你给轰走啊，给你补一点，说白了就是侵占拆迁户的利益。所以开发商赚的盆满钵满，开发商就是像黑社会一样，组织两百个黑保安啊，穿上这个。 反正你跟特警的衣服差不多，你也分不清。去把那地方一围啊，把你老头老太太，还要上房揭瓦的那些，呃，扬言要这个同归于尽的这些，全部给拿下，对吧？强行的带走，然后挖土机啊、挖掘机就开始把房子扒倒。实在还有不走的，那就通过地痞流氓啊骚扰，对吧？把你的晚上上门恐吓，让你们家扔这个汽油瓶砸你们家窗户，让你在那地方活不下去，最后只能乖乖的撤走。 搬走，哎呀，更有甚者啊，这个还出现过夜里啊，黑社会上门暴力把这个业房主啊绑上车，然后拉到一百公里以外，然后推到车外啊，等这个业主啊啊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的时候，房子已经被撤了啊，等等啊，这种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这种过去啊就是牺牲业主的这个权益，成就开发商，所以开发商的成本啊。 可控啊，极低。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尤其是近三四年，扫黑除恶，打击什么黑社会，直接啊，房地产开发商这一招就不管用了。房地产开发商得学会啊，跟业主谈软磨硬泡啊，威逼利诱，不行再加点钱，让人拆迁。所以现在的拆迁成本啊，是越来越高。 城市越大，它那个地方拆迁的成本就越高。小城市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再加上什么呢？就是房地产行情不行。拆迁它为什么赚钱？它的逻辑啊，是因为旧城和城中村，它的容积率比较低，它的容积率可能也就是一点几。那么，把那一块拆了之后，改成高楼。 最起码三十层啊，那个容积率可能到二点八三左右，那就相当于翻了一倍，翻了一倍，那你给这些拆迁户啊，给他一点现金补贴，然后再给他一套房子，你拆了多少平米，给人多少平米的房子，再给人一些现金补贴。 那么容积率高了，所以你这个平米就多了。你给他拆迁户补完之后，你又多了一倍的这个，你拆了多少平，你就有多出多少平的这个新房面积出来。那这个新房面积就贵了。城中村啊，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那价格可能就是几万一平米啊，而且还不愁卖，因为它位置好啊。城中村一般要不叫城中村呢，旧城改造呢，啊，政府再配合搞一些什么地铁项目啊，在那附近啊搞个地铁站，那你就发了。这就是为什么旧城改造的都是保稳赚。 不赔的呢，但是现在问题出在房地产身上，整个经济下行，房地产不行了，过去这一套逻辑啊就不成立了啊。本来拆迁呢，靠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新房面积卖掉，然后赚钱，赚了这个钱，然后补贴这个被拆迁的，给他一些现金，要不然人家凭什么让呢？对不对？我本来就住一百平，你拆完之后还给我一百平。 那我凭什么嘛？我就不拆，你得给我补贴，对不对？所以这补贴的钱等等啊，这羊毛都要出在羊身上，都要再通过新房销售回来的钱。那么这一块呢，受房地产行情影响，你卖不动了，或者是能卖得动，但是价格卖不上去了，你得降价。降了价之后，开发商也不赚钱啊，这个是。 时代中国啊，要退出城改的原因，而且是主要原因。资金我想都是个次要原因，因为你知道这个项目好赚钱，会融来资的，而且有政府托底，政府会保媒拉线，所以归根结底啊，是房地产市场不行了，过去这一套啊玩不动了。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拆迁它的逻辑在哪，对吧？以为拆迁就能赚钱，拆迁还是通过这个容积率提升啊，平白无故的多了多少平米房子出来了，这个新房一卖就是。 几十亿的资金就回来了。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建筑成本实际上在房子的销售价格里面占一个小头啊啊，一般的建筑平建安成本也就是三千左右，那房子动不动都卖两万三万的，那你说这建筑成本在里面才起多大？然后那个旧改项目也不涉及什么土地出让金呐，因为那个出让金其实有非常少，因为我在原来的地上盖房子啊，并没有新批土地啊，并没有改变土地的这个规划和性质啊啊，并没有改变土地的用途啊，不是说这个本来是工业用地。 啊，把你改成这个住宅用地，不是这样的，它本身就是住宅用地啊，只是把容积率给提高一下。然后呢，时代中国说了，这叫城市更新啊，让那个地方更漂亮了，建的好看了，所以把这个本来啊。 这个板上钉钉赚钱的事，现在因为房地产下行，它也不赚钱了，也可能玩的不好就会赔钱。那么根据时代中国啊写的这些东西，咱们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政府对这个城中村改造政策呢，可能也是一直在调整。那因为这些政策调整，导致开发商啊算算账，可能这个盈利啊越来越难，自己玩不动了啊，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再扔给政府，我不玩了。 你把钱退给我，这个大家一想就明白了，有这么容易吗？钱都交了，人家都花了，你让人把钱退给你，那恒大又说我谁把钱退给我，我再把钱退给那些呃理财投资者、商票持有者，还有那些投资人，谁给恒大退钱啊？所以说啊，这个时代中国啊，想法是好的，恐怕难以达到他的要求，他很难如愿。那么等着时代中国命运就是暴雷啊，那就看他能撑多长时间。最近啊，这个。 第一季度 GDP 数据也出来了，大家也看到了房地产这个发展啊，新房销售面积、销售价格双双下降，这就意味着房市啊是极冷。在这种条件下啊，不管你是民企还是国企，不管你是什么项目，以前是旱涝保收的项目啊，什么城改项目，现在啊统统的都要打个问号，因为逻辑变了，不能按以前的那个逻辑来衡量现在的事情了。所以以前稳定赚钱的，现在可能要稳定赔钱。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只要房地产。 继续这么冷下去，那么下面开始爆雷的就是国企了啊！你只要手上有土地项目，管你这个项目以前好坏都得报，因为没人买。这个广州时代中国啊，在这个之前啊，那可是日子过得非常滋润的。民企里面是五百强，民企房地产里面是五十强，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巨人，深耕广州市啊，深耕城改项目，就这个他也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接下来啊，就开始是国企要爆雷了，但是这个要一点时间。 因为国企的现金流啊，它还是比较充裕，但是它房子卖不出去，迟早是要爆的，无非撑的时间长短而已。那么对于拆迁户来说呢，麻烦也大了，对吧？房子被拆了，然后可能拿了一些补贴，手上再拿的是房票啊，现金可能拿了一部分啊，几十万够过日子的。然后大头是房票，这个房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回来啊，你可以拿这个来换一套房子，如果你换的面积大，那你再补钱；那换的面积小呢，那不行。 必须换只大不小，你换小了也不给你退钱，这是房票。但是你这房子拆了之后，他那个项目烂尾了，盖不起来啊，那你怎么办？你还没地方住，给你补贴的那些现金啊，实际上是让你租房用的啊，他都是按价格算出来的啊，按房租啊，按几年，比如两年，二十四个月的房租。 一个月多少？你们家几口人？多少面积？那你应该租个多大的房子啊？按这个给你补贴租房，然后给你补贴生活费。有的人说，我是城中村，你把我拆了，我没工作了啊？那一个月给你补贴，按广州市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给你补贴多少个月的工资，都是这么算出来的。那对这些人呢，也很惨呐、啊。为什么很惨？如果这房子烂尾了啊，政府救不活，就这么拖着。我们想象一下，拖十年，那你说你租房的钱花完了，你原来的房子也拆了，自己的房子没了，盖得起来盖不起来不知道。但是呢，还要自 自己花钱租房子住，这才叫暴雷，雪上加霜啊！这个不比那些掏空了六个钱包去买房的人损失小啊！因为你原本有一套房子被拆了，没地方住了，所以说啊，以前一旦说你的房子上写了个拆，那就意味着你暴富了，恭喜，对吧？祖坟冒青烟了啊！这个财神终于看上你了。那很多人呢，虽然他没钱，但是他一亮身份，说我是拆迁户啊。 家里有六套房等着拆，而且已经这个确认要拆了，那就意味着你要暴富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如果你们家写上拆，那就意味着风险来了，说不定把你家房子拆了，但是呢，新房也盖不起来，很有可能发生这事儿。所以呀，接下来谁家房子再写上个拆啊，未必是好事啊。即便你的房子真的被人征迁了要拆，你呢谈判的时候要多要现金。 尽可能的要现金，这样呢，现金为王，自己保持一定的主动性。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